嗨，早上好，我是亮维，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现在就走路去这 gym， 现在去的这个不是学校的 gym， 因为学校的 gym 他之前是 sub 给外面的人做嘛，然后他们因为 contract 问题他们就已经解约了，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出去外面做 gym， 就学校里面是没有 gym， 他们还在找着别人来做。现在我就走路去这 gym， 其实不会很远吧，大概走路十分钟吧，然后其实坐 tram 也是可以到的，可是我不想浪费钱，所以我就走路去。面包夹虾还有鸡蛋，现在就来做吧。这个面包是在 Bread Talk 买的，哎，不是 Bread Talk，Bread Talk， 我们那边的面包店叫 Bread Talk， 这边叫 Bread Talk。要做 scrambled egg， 所以呢，要放一点牛奶。跟你们说，这是我人生中买的第一个牛奶。我知道在澳洲的牛奶很便宜，可是我都没有去看价钱，因为我都没有买。然后真的是超便宜，一罐才一块多吧的。既然都买了牛奶，我想要来做 milkshake， 哒哒，我来做 banana strawberry milkshake。我那香蕉已经放进 freezer 给它冰了，我现在来弄草莓。这就放了刚才的 scrambled egg， 我放一片 cheese。原本是想放 avocado， 我做的 avocado 还没熟，所以就放一点 cheese， 不然它会。Strawberry， 还有冰了的香蕉。迅速我吃完我的早餐，然后我都要冲凉了，要去学校给你们看。噔噔 ，Inspired by 我那天去一个店叫 Toasty Smith， 它就是主打那个 toast， 然后就放鸡蛋这样子了。然后我那天叫的就是 scrambled egg 还有虾，我觉得超级好吃，所以我来自己 try 做看。蛋，我现在弄好了，刚才就是curl了一下我的这个刘海，看起来比较好一点。我现在去学校的图书馆读书，这就是自从 COVID lockdown 过后，我第一次回去学校图书馆读书。我等一下去图书馆做我的 weekly submission， 然后剪一下影片到12点这样子，然后就回来煮午餐，如果我饿的话。然后等一下我2点有上课，所以 let's go。 这是今天的穿搭，我应该是带汉堡袋。
刚刚从图书馆出来了，在找永卷佛吃饭，刚有课。刚才图书馆的话，每个位置都有空，两个位置，然后才坐下一个人这样子。我们在想要去吃拉面，还是要去吃 Chinese 的嘟嘟？今天天气好好哦，没有很冷，也没有讲很热。吃饱了，现在来 Asian Mart 要买一点东西，找我的酱油。我的宿舍了，现在要来上课。这课呢就是 marketing 的 online lecture， 是2点到4点。可是它通常一个小时就结束，因为这课就是抽3个还是4堂的 lecture 的时候会有那个 Socrative 的 game， 它也不是 game 啦，就是它会给一个题目，然后要我们回答这样子，然后是算总平均的3分的。所以通常很快那个 lecture 就会结束了。然后你是不懂它危机会有那个exercise 啦，所以每一堂课就要去看这样子。然后通常我就不会看 lecture recording， 我都是直接，因为本来今天就是已经 set 好这个时间是要上 lecture 的话，我就是会在这个时间去上掉好了。如果我拖的话，等下又多一样东西，就是拖来拖去这样子，就很没有效率。所以我通常就是会直接去上课。然后刚才呢，就是去 Asian Mart 买了 kimchi， 还有这个的。等下晚上我想要炒 kimchi 炒饭，因为我等下傍晚的时候有一个 mentor 的 meeting， 会到7点多这样子，然后感觉应该会已经蛮饿了，所以想说煮一个比较快速的食物。这是我们的冰箱，好多东西，想要吃 cherry， 哎呀，噔噔噔噔噔。欸，昨天买的，哇，超红超美，看起来会很甜。等下来 try 看，请勿视我裤子，我赶紧换掉裤子了。现在呢，我要跟我的 mentor meeting， 现在已经是傍晚6点了。然后对，我现在就是要 meeting。 这个 mentor 是我之前参加一个学校的 mentorship program， 然后他们就是安排给我的 mentor。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 meeting 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教我一些可能 LinkedIn 上面的东西，像一些 cover letter 那些。我开完会了，刚才忘记录，因为我那个 mentor 他才在上班，所以他刚才就快速的打了个电话给我。之前我们是会有 Zoom meeting 啊，可是今天他比较忙一点，感觉就是有点小混乱，所以忘了要录。对，刚才我就跟他讲，因为我之前又申请了 Amazon， 就是澳洲的 Amazon， 他们就有 get back 我，然后叫我做一个 online assessment， 然后我就做了过后，他们就有叫我填一些资料啦，然后填了那个资料过后，他就讲他们不能 proceed to next step， 因为他们要找的是澳洲公民或者 PR， 那我就有点小伤心。不是小伤心，其实蛮伤心的。我就跟我的 mentor 讲，然后他就讲了，也不用太难过，这也是你不能 control 的东西啊，什么 which is true， but 对，如果你也是在找着外国的公司的话，然后因为 visa 这种东西而被拒绝的话，也不要太过灰心，因为大家都是这样，随缘吧。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逞强。可是我真的超开心。我收到 email 的时候，我就看 Amazon 竟然会回我。现在已经差不多7点了，然后我还要去煮晚餐吃。你们看现在7点哦，可是哦，外面还是非常的亮。
因为现在是差不多夏天了，就很吃甜这样，然后导致我现在也是很迟才吃晚餐。可是很好一点就是感觉你的白天长了一些，就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做东西。我等一下还要继续赶我的功课，我还没有做完，然后我还要剪影片，因为我想要今天上影片。我们现在就去煮 kimchi fried rice 吧。每次看那些韩剧，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就拿一个啤酒，然后吃自己煮的东西，我就觉得很爽，所以我就自己也买了一个，虽然不是啤酒，可是就 you know 气泡水，自己为自己制造一点小仪式感。这也不算仪式感吧，就是一种爽的感觉。耶，这个超好喝的，很久没喝了。是我的 kimchi 炒饭，好韩哦。我现在就是要一边剪我的影片，然后一边吃晚餐。